今天我婆婆又嘴馋了，刚给我说要吃什么肥肠鸡，那东西它不臭吗？我不买，我也不做，我也不吃，可恶心了。大餐狗是最害怕。没事没事，我来做，我做给你吃。这儿媳好，给你做个大肠刺身。你去吧，你去把大肠买回来。好，我你还有什么料？你去看，然后你把视频给我看，我学一下。我去买点大肠，再买只鸡。说到吃，你跟飞似的。马路杀手，你慢点。吃大肠喝什么奶奶呢？早上起来没喝的那一顿奶。好，给你泡。吃不对了。我给你泡，好不好？哎呦，马路杀手你回来了。要死了！赶紧喝杯橙汁，补充点维 C。好的，你再榨几个？三个。你要喜欢喝的话，这可以多榨一点。反正这个榨汁机它到了。这是新买的吗？都没见你用过。是啊，我之前不是在支付宝免费办了张骑士卡吗？我发现用它买小家电特别划算。复制链接到 APP 里，原网比价。原来600多了，只花了100多，可省事了。用它加油加200，还能省个30几。那给我也办一张，平时买东西吧也能用得上。现在点我下方链接就能办。今天可以参加活动，免费领纸巾、洗衣液、自热火锅。到吧。好臭，可真香啊！太臭了、啊。我为什么都没闻到啊？鼻子有问题。甜甜，你知道大肠里装的是什么吗？臭臭。婆婆喜欢吃，没办法。就是。很麻烦的。吃的时候是很香的，这个油要撕掉的。我呢？你把眼睛闭起来。啊！笨蛋！我咋有这种傻妈？让他闭眼，他真闭。这儿媳妇真不是个好人呐、啊！我煮给他吃还不是好人哦？阿、啊、臭！就是好人。倒入面粉洗一洗。臭面粉。凉吧。臭。好臭是好臭。前段捏捏鼻子，你怎么呼吸，宝贝？这个哪个？拿着。这个走开！嫌臭你自己走开嘛！你走开吧，你非要是蹲在这，他主要目的是蹲在这玩水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走开吧！宝贝宝贝，衣服湿了！哎呀，这龙眼太小个了。嗯，还没熟呢。那咱们上次那个还有没有？有啊，只是能捞出来。这里面还有东西吗？有渣渣。走，咱们看爷爷剁鸡去。鸡，剁成小块。船去，划船去哪里？在里面哦，要搬到里面去，是不是？猪八戒背媳妇儿。猪八戒。你才是。假假假假。我开始接水了啊。第一步先给大肠焯水，葱节、八角、姜片，难为你了，没事，我爱吃但没事，我刚好学习一下厨艺了。大蒜、辣椒、姜叶。还有香葱，香油。那你现在用多少？用多少？没放香油。每天水逍遥，暖它，像太阳。闻到大肠的味道了没有？大肠味道倒是挺重的。这个什么？这是猪大肠。猪大肠。这是你刚刚说好臭的那个东西。好棒啊！尝尝妈妈做的猪大肠，试一下嘛。啊，好吃。你尝一下，越好吃。太臭了。臭吗？我说骗人。我试一下。好香，好好吃啊！甜甜，你尝一口嘛，不难吃。估计太 Q 了，它咬不动。快点尝尝啊！是，闻到都香了、啊，一股臭臭的味道啊！没有，是臭香，臭香，猪屎味。这么一说，我都不敢吃了。不敢吃。不敢吃。
可是地溜还更好吃，这样炒的干干的，不会错，好吃，真的。你知道我们甜甜吃下来有多香吗？立马嚼嚼。不是，它应该是属于是有点咬不动的，香香。爷爷奶奶也不敢吃。你在这说够，我不敢吃。啊，真的干香哦。梦万位置的，再见，嘎嘎。没尿尿耶。糖你不吃，你吃点鸡肉啊。你糖一下不难吃啊。不吃不吃。要他的命。这叫一根肠快一锅汤。哈哈哈哈哈。厉害，棒棒，今天都吃。拜拜。